抢先报。Hello，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的现场哦。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建中毕业生廖伟浩。伟浩，你跟听众朋友问个好吧？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廖伟浩。是哦，好简单呢、啊。廖伟浩，我刚问他多高，180公分的一个帅小伙哦。但是呢，他有不凡的这个经历哦。伟浩，我们先来谈谈哦。大家对你的印象是说啊，建中毕业生，而且呢，你这一次投履历哈，或者是投这个申请资料给100多所美国的大学，最后有10所美国的大学录取你哈。你最后选择了，你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段，先来讲这一段。为什么像这个100多所学校，那这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呢？是的，就是一开始我是想要朝美国大学体系就是那个发展的话，就是我一开始是想要那个以 student athlete 就是边打球然后边读书的那种管道，然后所以因为以那种方法进去的话，我就必须就是先去跟那边教练联络，然后看他对我蛮有兴趣，然后因为我之前有拍我打球的影片，所以我就把它寄给他。对对对，所以100多所全部都是以这个为重点吗？大概90几所是以网球为重点，目标为重点。你是先上网去搜罗，就是说这100多所大概对于网球他们是列为优先考量的重点吗？就是美国大学其实分有3类大学，就是Division 1到 Division 3、然后 Division 1的话就是比较注重于体育这块、就是说假如你体育很好，然后你把履历丢给教练，教练喜欢你，他就会给你一定额度的奖学金给你去。这样总共三分之一有多少学校？你是指你说有分1、2、3嘛，对不对？对对对。以这个体育为重心的，有所谓的教练你递给他，他或许就看到你的这样的学校在美国有多少所。如果按换算成数字的话，大概一类的学校大概有20-30家，然后2类就比较少，然后3类的话就是学术比较多但打球比较少。对对对，所以这样加总就你申请了100，就差不多了。这是个大工程，你是怎么样在网络上或者用什么样的管道搜罗这些学校？一定是这样，那家学校特色是什么？就是像是美国他们大学的网站都会写说我们有没有，就是他们美国体育协会叫做 NCAA、然后就是假如他美国大学有跟这个 NCAA 合作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这个体育这块是有没有、就是会不会提供给你奖学金给你读这样子、所以你要兼顾有没有奖学金、是吗？对，有奖学金的学校他才会给你那个机会去读这样子。那后来的程序呢？后来你是先丢你的资料吗？对，我就是先去找那个教练的 email， 然后把我的打球影片然后打球成绩先给他看，只要他对我有兴趣他就会回我，只要没有回就是代表没有兴趣。一定要附影片齁，在这个年代你如果齁少了这个齁，或者说太简单了也不行，对不对？对。那回给你有多少家？大概10几家吧，然后但有兴趣的不多，就是我只是想说他们可能会给我奖学金、所以我就丢过去这样子。你有没有觉得像粉丝回信给你那种感觉，或是粉丝他写信给你？其实这种太多了哦，已经可以选择性很广了啊、对，这种感觉就很像就是你丢一份履历出去就是好像找工作、然后就是很紧张看他们会不会回我，会不会对我们有兴趣这样子。对，要不要推荐？要不要有老师或者说特殊的知名裁判教练就名人来加持？就是那是下一个步骤，下一个步骤、就是他先对我有兴趣之后、他就会叫我提供一些更进一步的资料、像是我的成绩单然后推荐信、然后之类的东西，然后再继续给他。对对对。那再接下来呢是面试吗？接下来假如那个教练真的对我很有兴趣、就是我要跟他进行就是面试、然后通常就是用那个 Skype、然后就是用那个电脑、然后就是面对面这样子。对，因为不用这个管道搞不好不成，但是你如果亲自到美国的话那个所费不赀了齁。对对对，没有，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哦。那结果后来呢？成的有几家？后来就是面试完成功的就是有2-3家、然后就是有一家就是对我非常有兴趣，在奥勒冈那边、然后他就是说就是愿意提供给我奖学金过去读这样子、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我想一想然后上网查一下，就是
因为我读建中，然后是以网球的管道，是，然后我每天就是放学之后要练球，嗯、然后练球、嗯、练一练就要出去比赛、嗯，然后这样对我的课业其实会多少有点影响。嗯、然后在就是那边在美国读完大学的学长的建议下、嗯，我觉得还是不要以网球的管道去申请，嗯、以一般的管道申请的话，我就是能够专注读书的起。那个时间比较多的。对，既然去了哦，网球其实你某种程度已经有一个基础了哦，甚至在行的，其实多学一点别的。所以最后你决定落脚在，嗯、我们就这个放彩带了啊、哦嗯，恭喜你了啊、嗯。对，最后就是我就是因为有想到这点，所以我就自己去、嗯、没有以网球的管道，自己去申请一家叫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嗯、然后就是我其实对他没有放很多的信心，因为我的、嗯、理工。会吗 ？SAT 成绩就是美国学测，学测嗯的成绩刚好压在他的入学门槛上。那这样是可以进去吗？确定？现在他们已经回我说我录取了。啊，录取了。嗯，那你还是没有信心，是因为？没有，现在录取就还好。但是你对于以后的求学之路，你刚刚是说，求学的话就是，其实就。以经验来讲吧、嗯、就是只要就是多讲话然后多问题、嗯嗯、问问题就没问就没事了。你没问题，因为从刚刚这个我们访问这个伟浩哈，他其实有两点我们是可以确定，英文一定要很好，对不对？对，好，英文绝对是很好。我们等一下来访问一下他到底哈是怎么样把英文搞得这么好。第二个，他太爱网球了，大家听来听去都是网球在他的心里哦。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马上回来。资讯爆炸的时代，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黄光芹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胖抢先报。现在时间11:36，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专访是建中高三的毕业生廖伟浩。廖伟浩的应该现在是18、19岁了嘛，哈，嗯，18岁，18岁的人生其实相当丰富的哈。他呢，小时候他容易贫血，那为了锻炼身体呢，小二开始就学网球了。那他一直钟情于网球，那曾经得过这个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就中运会哈，铜牌奖。那一心想要说，那我未来就做一个职业网球手，可是呢天不从人愿，他后来受伤了，就没有办法完成他这样的一个心愿。那这样好了，伟浩，我们从你这个小时候，为什么你童年的时候容易贫血呢？是什么状况？我看你现在脸也白白了，是贫血的关系吗？是贫血，是没有很严重，但是我感觉出来、就是、感觉出来就是我妈可能会、嗯，我妈妈有那个基因啦，然后就是我可能就因为之前去验血就是验出我的血球量比较多这样子。嗯嗯嗯、对，那锻炼身体可以好转吗？就是因为我平常的那个氧气量，就是血球的输氧量比别人还要少，所以我呼吸的话就是我可能跑10公里，嗯，别人可能就跑20公里，就是我的体能情况会比别人差一点。嗯嗯嗯嗯、对。那么多锻炼身体方式，为什么选择网球？还是有相当兴趣吧。就是我爸之前有打过网球、嗯、然后我读的那所小学、嗯、就是有那个校队这样子、嗯嗯、然后就想说去跟他们练。嗯，对。那练的过程呢，一般人练当运动，你后来练了，参加很多比赛，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对不对？就是一开始就只纯粹就健身啊、嗯、然后就是练球这样子、嗯、啊，因为小学的那个校队也蛮有名的、嗯、然后他们就有提供比赛的机会，嗯嗯，然后去参加比赛，然后也打出一点心得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就想说就朝着这块发展。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你几岁的时候有一个运动伤害？你是指最严重的？最严重就是让你的职业网球的这个选手的梦断、嗯、几乎是不可能往那方向走。对，但是大概是我在国二上的时候，嗯，对，就是我那时候想说，我那个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是我都就是给自己一点压力、嗯，就是我星期一到星期五练球，然后星期六参加比赛、嗯，然后星期天就休息这样子，嗯，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没有休息，然后后来也没有注重就是比赛后的那种拉筋，对，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
就是手就感觉怪怪，然后打比赛打一打，我就发现我的手举不起来，然后就直接弃赛。嗯，对啊。那 后来检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检查就是我的左手旋转肌有撕裂伤，嗯，然后我的左半背因为就是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就是不堪负荷的使用，嗯，然后就是左半背有点就是也是有点撕裂伤。嗯嗯嗯，对。那完全是确定是不能够往网球职业赛发展吗？是，就是一开始看医生，他就说大概两个礼拜就好，然后两个礼拜再打，然后再去看医生，他就说哦，这个不行，这个要休息至少两年。然后那时候就惊觉，就是可能就是要放弃了。嗯，对。那你心情呢？一定很挫折吧？就是多少会觉得说，感觉现在不知道干嘛，然后就是完全没有人生目标这样子，嗯，然后。对啊，因为国中国二下我没有打球就要转到普通班，嗯，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就是转变了读书生这样子。嗯，对。那时候呢，嗯，对一个小孩来讲，还是在我们眼中还是小孩，那个会很大的一个冲击哦。也原先又是你兴趣的，那志向又非常的立定哦。你现在房子好像丢回大海一样，对不对？像只小鱼一样丢回普通班，是这种感觉吧？对，嗯。就是我之前完全没有读书，然后马上丢到普通班，他们要准备会考，其实我完全跟不上。完全跟不上。对对对。可是后来你还是进了建中，也是以这个网球之优进去的吗？对，就是国三我就是很努力的读会考，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的教练又给我另一条路，就是看你可要去申请那个建中的体育之优，哦，然后但是那名额只有一个，你就要就是自己拼这样子。就是你。对，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就这么一个窄门，怕挤不进去？我是本身是那时候是没有很想要读建中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比较想读世商，嗯，因为我对英文比较有一点兴趣，哦，然后世商英文系就是想说还不错，嗯，然后只是想说把那个建中的那个体育机构当成是候补的那种管道，嗯，然后后来就是也在就是我爸妈的建议下，我还是去建中读这样。那时候有别的竞争者吗？嗯，有三个。三个。对。那你自以为为什么可以打败另外两个，而选择了你？就是因为我本身在台湾的网球界算是还是有一点那种小名气，小名气，嗯。然后就是那个教练也知道我，然后我之前跟建中的学长有打，然后我把那个学长打败，然后那个教练对我有点印象，然后他有看到我来考，就觉得好，那就把你收下这样。哦，那一场把他打败是对的，这人生还是靠点缘分。不过你自己有实力啊，也拼搏了非常多的这个学位的比赛嘛，哈。那后来进了建中，还是要读书吧，还是要考试吧？对。那你感觉到跟一般的挤进建中这些学生在学业上是有落差的？对，因为体育之优一进去就是跟普通班的学生一起，就是读书这样子，然后一开始开学考就感觉有落差。怎么个落差？就是，因为开学考就是考数学，数理能力，然后我就是一题都不会写，然后既然还是有人考八九十分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很紧张啊，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去补习，然后我本身没有想要去补习，然后就第一次段考就有点落差，就是我是全班最后一名。最后一名。对。不好意思讲，考了几分？数学考了十几分吧。理化呢？是理化是还好，就是大概有及格这样，只是数学就特别惨。就是说冷不防的啦哈，一下子转弯到建中，而且是普通班，对不对？一起要像一些普通生，那你后来有没有想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如人的，在学业成绩，诶，英文不错，对不对？那一次的英文呢？还算不错，还算不错。嗯，那你有没有想到说，以后怎么在建中待三年？那我的未来是不是前途茫茫？会不会有这个隐忧？担心？对，就是那时候第一次段考完，其实就是有想到这一点，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在建中撑三年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想一想，然后后来想说，好，那是听朋友的建议去补一下习，是，然后补一下习，然后我就利用空闲的时间读书，然后基本上是每天一回家就读书，读到晚上很晚，然后后来就是第二次段考就比较有起色，然后就是成绩渐渐有起来，然后就是最后一次
一年级下学期最后一次就考到大概二十几名。二十几名不错，所以有相当有潜质。今天为什么访问建中高三毕业生廖伟浩，除了他有亮眼的这个申请美国学校的成绩哦，那马上要赴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就读哦，他还很鲜的，因为一堂课，这堂课叫生活科技课，他充分被启发了，他还发明了电动滑板车跟电动脚踏车，然后呢也在研发是不是能够更轻便的电动轮鞋。你说这样一个18岁的廖伟浩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我们休息下再跟他继续来聊。怕抢先报，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建中毕业生廖伟浩。伟浩，像你在这个课堂上生活科技这门课里面，你发现说其实你可以动手做一些你脑袋里面想的东西，譬如说电动滑板车、电动脚踏车，最后我私下问你，你说电动轮鞋也可以上路了，那些什么东西都是你怎么做出来？就是因为生活科技课就是比较像是那个技职学校那种电机课，然后就是我是因为自己画出了，就是老师有给一个作业叫做画那个三视图，立体三视图，然后我就把一个东西拆解，然后把拆解的那个零件画上去，然后就我老师看到就觉得说，你是不是有用什么辅助工具画出来？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就是拿铅笔跟尺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我可能有最快的就是天分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尝试着去做一些东西，然后一开始就是可能我之前也没有碰过这个，然后就是连电钻钻了都会钻歪这样子啊，然后不然就是做了就会做出来就是完全没法用啊，然后后来就是看国外影片，看 YouTube， 然后边做边学，然后后来就是做了有一点心得，然后我就可以做出一些成果这样。看 YouTube 就可以学到这些哦，慢慢研究，对，而且要长按 pose， 对不对？然后后来也，我们举这个其中电动轮鞋，你现在就是说三不五时的，如果你不要那么费力，觉得哇走路好累，穿上你的电动轮鞋，那是怎么想象呢？主要它实用性的话，就是戴在脚上，然后你把那个电子电路系统就是绑在脚上，然后就把一般的轮鞋戴到脚上吗？还是你特制的轮鞋？自己全部从零开始做出来的轮鞋，对对对，然后你就是把脚套在那个轮鞋上面，然后你用遥控器，然后就可以走了。对，哇，好厉害啊！那电动滑板车呢？现在有在卖的那个都蛮贵的哦，你自己做了一个？对，就是那个也是以非常成本非常低的情况做出来，就是大概两三千块，然后就自己拼拼凑凑组起来的，然后成果也是还不错。然后就是也大概走了大概20-30公里的距离，然后后来就是因为20-30公里很行对，我一个改装上的错误，然后他的那个马达就烧掉了，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放在家里当做那个装饰品这样。那电动脚踏车呢？跟一般脚踏车有什么不一样？其实那比较电动，那是动力脚踏车。动力脚踏车，就是、我用那个49cc 的小引擎，然后装上去，然后改出来的。然后因为我主要是想了解引擎的构造，所以才去做这个东西啦。对，那一定有厂商想要跟你接触嘛？因为你这成本很低，如果卖得很好的话，是还没有想说要把它量产之类的，就是因为要量产就要想更多东西。然后我现在还是学生，我觉得还是先专注于在课业上面。是因为你太忙了，对对对，先前忙着申请学校也是够你忙的，还要面试，对不对？那你的英文为什么这么好？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参考吗？英文的话，就是因为之前我可能国中就是有被建议说可能要去比国际赛，然后你需要英文去做一些沟通，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去学。一开始是去那个地球村那边稍微补一下，就是我的基础的文法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地球村那个效率不是很高，读了好，我们孤影其名好了。就是一般的补习，英文补习班，对对，没关系啊。就是读了一年半，就感觉还好，然后所以后来就是去自己去发掘这样子，然后看着影片啊，然后慢慢也是看影片很有用。你的意思是这样？对啊，你都看什么影片？因为国外比较多，就是像是 YouTuber， 他们都会自己 po 一些像是自己生活的影片啦，然后做东西的影片。然后有时候
我听不懂，我就会把 CC 加上去啊，就是字幕。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是其实可以不用用 CC， 我就大概了解他们在讲什么。嗯，就是时间累积啊，就是我看 YouTube 也看了大概四五年的。对啊，其实要持之以恒，对不对？对啊，经常性的集中，对不对？而且你以后到美国生活、求学。这都是很有用的。那我相信你廖伟浩他是去读大学，他不是像我们有一些老人在职，我们或者说比较大学毕业去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做语文学校的学习哈。那所以前途光明，前途大好。但是我刚刚也跟他聊了，维吉尼亚这一所学校他选择的是没有提供奖学金的，那父母亲尤其父亲的要提供你生活费学费，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压力。中间是跟父亲有过沟通？对，就是一开始我爸是觉得说我都上建中了，那就申请台青交之类的大学。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其实看到台湾的教育情况其实很不满意，然后所以我就是想以那个国外大学去发展。好，你看18岁的建中学生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提出他的看法了啊。好，继续。他不满意，所以他自己找一条出路。就是我爸就在不同意的情况下，我就一直跟他做沟通，然后从高一然后一直沟通到高二下，然后终于就是他肯让我出国，然后但是条件就是说我必须支付就是4年我读完大学的学费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跟他答应了这样。然后以后要你还就对了。对，那以后打算怎么还呢？打算就是找到工作之后然后慢慢还这样。对，所以这个教育其实是相当好的，就是要求自己的儿子，你不是说靠爸靠妈捧着大笔的钞票让你到美国这个读名校回来你当然要回馈，这个钱是借给你的。那如果是贷给你还要付父亲利息吗？利息是不用，但是要缴好房贷。零利率，好，零利率。但是让这个廖伟浩知道这个一分一毫如果没有父母亲的资助，可能你要到美国学业之余你还要去打工，也是相当吃苦的哦。今天非常感谢廖伟浩来接受黄阿姨的这个访问，也提供给很多年轻人还有这个望子成龙的父母亲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典范哈。今天非常感谢。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我们等一下会专访前这个海军舰长，我们会请他来谈谈呢，他对年金改革放了大炮了，是张晋舰长。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马上回来。